爸，哎、欸，啊，老小姐，你哪会刚刚才来这？啊，阮乖孙咧拢无闲倒来看我，啊，我敢袂当安尼面皮较厚的吼，家己走来才看的。吼、哦，你吼、哦，要不进来来甲阿妈摸一下？哎、欸，哈真正是。啊，阿妈，爸，我有带一个朋友来啊。哦。如新，先礼拜。欢迎欢迎，替你介绍一下我们厝内人。大家好，我叫做王如新。这位是老小姐，我上水的少年阿爸。阿妈好，乖乖乖，哇，头一次见面，你好。啊，那位是我上缘投的爹地，啊，边是人水哥上照顾的阿姨。叔叔阿姨您好，你好。所以你就是如此啊？有听过伊的姑姑妈咪讲过，啊，今天终身看到你的庐山真面目嘞。哦，所以你就是雅杰讲迄个如此，迄个查囡仔哦。哎呦，再兴转来吼，毛高讲啦，讲阮子涵吼，敢那有介意的查囡仔哦。以后吼，你都要好好照顾伊。阮子涵吼真善良，啊，不过就是较故意啦。所以吼，若是有啥物较寒门的所在，你都多多包涵吼。阿妈，子涵伊只是甲我当作是朋友啦。啊，而且平常时是子涵伊照顾我较济啦，工课嘛是伊介绍给我呀。讲起来哦，我欠伊做侪零钱的啦。哇，袂歹呢。啊，我刚才无像像伊人讲的同款，你都唔知影要安怎拍妹妹啦，你都唔知影，正像恁爹地听到这件代志的时阵哦，烦恼几啊工嘞。阿姨，你嘛小甲我留一款面子，人如此搁伫遮呢。好啊，妈，金玉，我看卖讲甲金玉别啊，安尼以后唔够带朋友转来。其实我今仔日带如此转来，是想要互伊伫咱兜斗几工啦。因为伊拄着一寡麻烦，是我出来的代志啦。阮老母伊常常会找我讨所费，子涵伊唔甘，所以就建议我找所在觅，等阮老母的想法。歹势，造成恁的困扰。是啊，如此一个查某囡仔，真正足辛苦的。伊老母是安怎对待伊的，我拢亲目睭看着。伊老母甚至去对伊讲，伊若是无爱付伊钱，伊就归去啊，去让人包饲。这款过分的话，我真正生嘛就毋捌看过这么恶极时代。所以，我才想讲，带如此回来咱兜暂时待几工，啊，等阮找到较安全的所在，再回搬出去啊。你免惊，你就把这吼当作你家己的厝，安心啊住落来。啊，其他的代志，咱再偷偷想办法，看要安怎解决。金明一定是喜欢到你的代志，所以才安尼做啊。而且伊的姑姑妈咪嘛甲我讲过啊，你是一个做代志真辛苦、真认真，是一个好的查某囡仔。所以，倒来无要紧，免想安尼做。阿妈、叔叔、阿姨，多谢恁愿意收留我，多谢。子涵，是该等啥会啊？带如此入去因房间啦。啊，看是有搁欠啥物，才甲阮讲，阿姨来替你买。阿姨，多谢。啊，不是囝，我带你去看你房间。阿妈、叔叔、阿姨，我先入边啊。进来，先去休困。啊。洗身躯，洗好，准备出去。你睏无睏醒，都总礼拜啊。I'm so sorry， 这件原本敢那我咧用尔，
我一时袂记你妈伫个，海仔。Sorry， 佩姐，对不起，我好像没有看到，你先给擦一下好。我有穿衫啊，不是你看。你莫再装逼我啦，你先给擦一下好，你先出去啦。你坏坏哟！那是照你讲的，我今麦无穿衫，浴巾搁伫你遐，那呢？请问罗先生，我是要安怎行出去？歹势，是。你看，我有穿衫。哎，你不是要变数？我给你玩几个啦！哪会叫你要修明星的？我搞狗子。喂，强哥，进度敢若袂歹哦，我够顺利。当然嘛有，你交代所有的代志，我绝对会拢会完成。安尼马上是报答你。真好，我就知影代志交代予你哦，绝对是妥当。无啦，这是我应该爱做的啦。我此时甲相公电话啊。那安尼，你等我的好消息哦。好，拜拜。是讲恁两个感情咁咪上好哈？陈如琪咧传差等的时阵哦，拢会敲电话甲志涵开讲的，而且哦，两个人佫讲安尼吹笑白痴。哦。无啊，阮无咧讲电话啊。唔是恁两个咧讲电话哦。啊，歹势歹势，我误会啦。哦，我了准讲恁两个感情好到连住伫同一间厝内，还敲电话开讲。不是啦，啊！那既然不是，啊，你是甲相公电话啊？我看你讲甲这么欢喜。这是个人隐私，如其不一定要回答。我是在替你问的，不？啊，那万一拄只是在甲你的亲弟讲电话，你是要安怎？不是查甫的啦。啊，那不是查甫的，搁如何啊？你甲什么人讲电话？你就赶紧讲我清楚。啊，那无我今日志翰也烦恼呢。静宇，只是通电话尔，啊，如此毛真出家己的朋友啊，对，讲话讲啊欢欢喜嘛，真正常啊。我也无歹意啊，我着只想讲，伊若甲查囡仔朋友咧讲电话，迄着不要紧啊，自己便讲好清楚，那咱志翰唔则袂误会。是。恁老母啦，恁老母搁敲电话给你。嗯，我会记得张志汉都有讲过，你甲恁老母的关系无好，伊会苦度离零敌你。啊，是安怎？伊搁会甲你联络啊？唔是我甲伊联络，是三不五时就会敲电话给我。我若是较歹潇洒，伊可能会直接冲过来找我，我才会想讲勉强应付伊一下啦。也毋过，我拄只看你咧讲电话的时，嘴笑目笑，无亲像有啥物勉强，也是去用威胁的啊。啊对啊，啊而且我阁有听到你甲对方讲啥物，叫伊莫安尼讲，这是你应该做的。嘛叫伊爱等你的好消息呢。伊竟然听到啊？那安尼，你知伊敢有听到我叫强哥？如此啊。啊！你是安怎拢唔介意伊呐？伊是敲电话来回失礼啦。进前因为阮爸患病，伊才来甲我讨钱。自然伊甲伊挂走了，伊有反省啦。后来又甲我讲，阮爸的病情有好转啦，我都有较放心啦。啊，佮加上阮爸伊患病，需要人照顾，都算伊进前靠到我。啊，不过我嘛袂当放阮爸一个人啊，所以我才甲伊讲，若是我做工课趁钱，我会摕钱转去厝。伊甲我说多些，我才甲伊讲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
阿姨，敢袂当请你莫用这款生门环的态度对待如此，已经交代甲真清楚啊。而且如此住伫咱家，毋是为着要互你干事的，请你多好就好。哎，姐，咱无需要如此感觉有足大压力啊，咱家无遐尼恐怖点。阿弟啊，如此，我会记得你有讲过，你妈惊歹人对无？正拄啊好呢，伫这个家内底哦，我上歹啦。你电话叫我接，我打电话来给你妈，叫伊以后莫阁找你的麻烦啊。阿姨，你刚拢无听到我甲阮爸讲的话？姐、欸，你今日是安怎？咱来伫针对有事。我就只是想讲哦，人住伫个咱家哦，啊，就是咱家的人啊，所以哦，爱给斗三工保护伊啊，对不对？你这根本就不是保护，你这叫做找麻烦。如此，你免听伊的。阿姨，不要紧啦，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麻烦你啊，没啦。你好，请问你敢是如此的妈妈？当然了，你啥？歹势呢，甲你做错一个啦。我是志汉的阿姨，卡起通电话来是要甲你讲一声。阿玲如此哦，今麦到底弯刀，这里放心，唔免烦恼哦。欢迎哦，会替你好好照顾如此。我知道你的意思啦，你就是叫我莫再去找如此的麻烦，对不？放心啦，除非是因爸的代志，我甲平乱去猜伊的，安尼敢会使？想要掠我的枕头，卖讲啊啦，早就甲如此讲好，袂当主动敲我。咱先用卡来哦，绝对是有问题。想要避开病菌，比袂过我啦。你老母有讲啊，以后伊袂找你的麻烦啊。多谢阿姨。你就是安尼悠哉的人吞打，无怪会让人软土青骨。阿哥，阿姨，我希望你以后莫再安尼做。如此囝，我送你去上班。我先去上班啊。你拄只安尼真正无机密认主诶。这是咱志汉头一遍带查囡仔倒来厝内练的，所以事事行行，咱总嘛是爱替母清楚。由于我发现一挂足奇怪的所在，所以一定爱厘清。毕竟因两个熟悉过程，伤过巧合啊，这眉眉角角哦，我想清楚了。如此看起来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，而且也是嘛跟我落过啊。话明安尼讲啦，子涵哦，从来唔捌当过恋爱，这是头一遍对一个查某囡仔动心的。这段时间哦，伊是上简单的去有爱情冲昏头，啊，就算我有更加侪奇怪的代志藏在眼前，伊嘛无都发现啦。子涵有咱替伊看头看尾哦，会有甚物代志发生啦？而且伊也唔是囡仔人啊，对唔？啊，过前个上要重要的代志啊！拄只我食这西药的时阵，我一食就知影。这是你做的，最好吃的。啊，你嘛更加是挂，嗯？